金光拜者波罗蜜经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各位维新圣教一经大学贤士同修代表，今天25号下午，我们继续共修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。《金刚经》的真实义，是唤醒我们天人法界一切众生圣神等内在的本心的金刚自性。所以佛陀已经代表我们每个人内在心灵、内在的智慧、内在的生命。2500年前的中国至圣孔子，他讲了一句话嘞：“吾道一以贯之。”道就是每个人的生命。每个人的灵性，每个人的金刚性是完全相等的真实义。所以我们人在世间上短短几十年的岁月，我们借假修真，借这个假的身体修真正的自己的心、自己的灵性，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教师节快到了，可惜耶，孔子离我们2500多岁了。照道理，刚才我们季宏林他包了一个红包供养师父，说教师节快乐。而教师节是孔子他的，我们对他的尊敬，可惜他不在了，只有我代为收下也是释迦牟尼佛，他是世间的一位大教育家。释迦牟尼佛的教育人，是教导天人、空界以及现象世界人的本心，所以他也是大教育家，我们也应该大家一起来祝释迦牟尼佛还有孔子教师节快乐才对。可是我们都忽略了，都忘了，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要追根溯源，我们要追的根，要追溯的源，
在中华民族的文化有7353年，是啊，《易经》一化开天，再化辟地，人力其中万法生成的伏羲氏族，也是我们的祖师啊，八卦祖师，也是大教育家。要再追溯回去啊，古昆仑文明啊，距今呢已经有14500多年了。古昆仑文明到现在来，当时古昆仑文明呢，是红军老祖倡导着人心本来就是清净的。可惜呢，到了现在，世事变化，地球轴心的转化，啊，轴心的偏差了，所以山为水，水为山，才有今天我们易经风水学悬空大师沈竹乃大师他所开示的“山不是山，水不是水，见山非山，见水非水”。啊，即是告诉我们法轮常转，非法非非法，亦非法更非法。所以我们在世间上，我们学到，我们一定要有，一个逻辑性和一个包容性。尤其在这个易经和风水学啊来探讨。不是永远的在那一个地方，如我们千佛禅堂啊，这个我背后的这个乌龟，那么大的乌龟呢，几千万年来怎么样形成的啊，就在这里了啊，等到几千万年后的，这我们在20多年前25年前啊，把这个地挖开来了，里面竟然藏了一只大乌龟，嘿，这很奇怪的，啊，里面竟然有500座的石头平台了。现在我们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后面如来园500罗汉，他们所做的石头，啊，这一边是平的。另外呢，一边有各种不同的形状，所以在将近20多年了啦，啊，如来园，我要建造如来园，有500尊佛，500罗汉，我要在那里建设的时候，我想到500罗汉，若是用这个水泥把它做起来。就好像是棒球场啊，大家坐在棒球场的看台，又不像一个道的本来面目。易经是大学，大学在易经，为什么？所以王禅老祖开示，你到这边来，大雄宝殿的旁边，这里现在的千佛禅堂，这里有石头，把你把它挖下去。所以我就用，挖土机来这里把它挖了，好高兴哦！里面竟然一大堆，都是一片平台。哎呀，那个不可思议啊！拼命挖，挖了刚好就有500个。所以你们去如来园看到500罗汉做的那个石头就在这里，那究竟是几千万年前哪一位大菩萨、哪一位大神啊？他竟然埋在这里？有人问我说：“叔，你记得吗？”我根本不记得，那是累劫以前的事。所以世间的事情有过去的时空里面。啊，过去就过去了，那我们
能够挖开来，把它拿出来，好好的啊，把它对，建筑在如来园五百尊者他们的圣像、法像做的时候，哎，看了也蛮庄严的啦。哦，那么挖开来，竟然里面有一只大乌龟，那就很奇怪的，就我们的法门就是易经。啊，伏羲氏，啊，他从乌龟里面，上面是先天八卦，啊，下面是后天八卦，二十四山，十天干，十二地支，寥寥分明，汇集在一只乌龟的上面去，这都是道。哦，我们的后知后觉，还好我们还能后知后觉。不然整个石头挖掉了，把它的丢掉了。那挖开来了，这里一个大洞怎么办？这么大的洞，老祖开始给砌起来嘛，给砌起来。哦，好高兴，就开始设计了。没有想到了，给砌起来了，要花了好几千万。那时候又没有钱，没有钱要赶快盖。定时间给我盖，啊盖呢，啊设计的时候，下面不能有柱子，加了有柱子也行，哎，啊就是，到时候有障碍，再怎么这么大没有柱子，我不敢，不敢设计，所以请建筑师设计学来设计，他们也不敢设计，到最后来。啊，王禅老祖开始用易，用易经来算，就可以盖好。哦，因为易经它是它的哲理，它的真理是金刚性，打不破的真理，所以我就把它按照易经规划了这个千罗禅堂。虽然不是很大，容纳1100人，但是呢，啊，在921大地震的时候，我想到说这个这么大，啊，当时呢，921我就在台中说，跟师母说这个呢，哈，不必好斗呀，不必好斗的，他为什么花那么多钱？那斗的我就不要盖了，我就不要再讲道了，我用休困啊。啊，因为古圣先贤骗我嘛，啊，就是有假的道，假的真理，不真，啊的真理呀、啊。结果921那一天下午差不多这个时间，我台中从台中赶上来了，看到哇，连一点裂痕也都没有，只有几个天花板掉下来。那我就恍然大悟，易经是真理，就是有如金刚自性打不破的真理呀。所以里面有500个石头，啊，就500尊者，地球的500月，全部在这里，整个的道的内涵在这里。所以我们在这3年呢。啊，每逢99登高重阳快到了，啊，在地球上有500月，我们依教奉行，按照宗教的法仪修行，王禅老祖师尊开示我们，我们要修行要安顿地球500月山河大地三界万灵，所以这3年来台湾。啊，我们有500页的，啊，有我们的所有的法师们，啊，依教奉行修法安顿地球500页。所以在这几年来，这3年来，台湾的土石流几乎很少又很少了，加上国家的国土规划啊、保护等等呢，啊，那就。发生的灾难很少了，
召集是法无定法。所以易经与佛经本来都是一，名相不同而已，没有两样。只要你用心去修，凡是用意，尤其呢，我们烦恼的金刚性，很容易被烦恼把我们打破了。有如我们有一家上市的股票公司，是我们自己的弟子。这个公司是一个龙虾蟹，哇黑两黑黑。那股票，还算不错，事业还不错。结果呢，在去年夏天，他们怕说水不够，所以在龙虾蟹的上面呢，买了20个，5公吨的水塔，把它压在上面，龙虾蟹呢，都被压了，变成翘起啊，两个翘起啊，这倒揪起，倒揪的股票开始滑，190，快200，滑到70、80。我来问师傅说，股票会跌到哪里？我说，若是跌到70，我就会买。维新圣教桃园道场将于国历4月8日举行。董事长师傅，拜托了，不要这样了。你再讲跌到70，那怎么办？公司不行哎。好了，我说你把水塔20个水塔，你全部拿掉，赶快把水卸掉。卸掉了，他以为这样就好了，结果20个那空的水罐子，他还是留着，叫熊尿没起来。股票叫做尿没起来，那你赶快，我易经大学有地方让你借你用一下啦，这样子放着，你哪会卖这个卖？那你不卖的话，你可以供养布施给易经大学啦。那我就省了1个25,20个就50万嘛。那所以这一拿掉了，股票一直回到100，将近180啊，这个证明说法无定法嘛。到最近来，我生病了到医院了，他股票又滑到140，那怎么办？奇怪，怎么这样我一定你这个龙虾你有问题，这个龙虾穴呢上面你在搞什么名堂？龙虾穴上面呢，他就开始呢，要。发电装那个太阳能发电，开始设计了，股票开始又跌下去了，跌到140。我说你这个问题，拿着给我看了，你要烤鸭、烤虾子是不是？行业啊，不过行业啊，所以你的股票行业一个跳呀，这是。你要赶快不要再做了，你不要省那一些电，省那一些电呢，结果你的公司垮了，这是风水学的，易经的哲理，易经的哲理嘛。所以包括电脑全部都洗掉，最近又升起来160几了啦。这个是，所以在企业界，所以烦恼，人的烦恼。由无名没有智慧开始，那么你要做，你可以卜卦嘛，用意啊，能不能做了了分明，用神就在财爻怎么样？你上面做太阳能，第5楼上面全部做太阳能，好不好？卦一沾出来，了了分明嘛，这是减少烦恼嘛，破除烦恼，因为你这样下去违背自然。你想利用太阳能的原理来发一些电，但是让你发电之后你卖了多少钱，你的股票一跌下去，跟你买你的投资的人怎么办？
哦，说你做做实在继续下去咧，哇，那是没完没了啊！所以各位同学们，你们要学会用意，啊，用意，这个的真理从哪里来？最少要有佛经所开示的有540、500写的正道，所以易经，啊，这个大道不止540了啦。啊，7353年的岁月来，哦，所以这个道呢，也是我们大家应该懂得，它是一，没有二，啊，所以我们这一节你悟了这个道的时候，即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正等正觉的真理呀、啊。所以我们佛经所开示的真理，是永恒的，啊，它是没有过去、现在与未来的问题，啊，来，我们现在这个经文呢、啊，啊，佛陀呢，释迦牟尼佛，啊，他开示了，所以故我以这些很多往昔呀、啊，啊，枝枝节节，啊，往昔枝枝节节的，啊，时啊。若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受、众生相、受着相一时啊，啊，应生嗔恨心，嗔恨心。啊，一般我们在世间上投资事业，都以我为主轴。啊，你没有去包容、了解你周围身边的万生万物的调和状态，而是只有我要做什么一定会成功，这个不能没有这个信念。但是你要有智慧，不然你怎么成功？哦，所以你学到古圣先贤几百年、几千年留下来的真理，为什么能永远永恒的在世间？就是经得起实践和考验，经不起实践和考验的真理，没有真理，那个道是不是永恒的啦。啊，所以我们今天学易经、研究易经，虽然把它化为文字，按化为有形的，一化开天，再化辟地。啊，这六爻里面有人事物那么多的万生万物在里面相互的调和，这是易经的大道，易经的真理啊，易经的真禅奥义啊。所以我鼓励各位同学们，你们非常有福气的，凡事要做一件事情，凡事皆沾，你一皆沾了啊，你就不要等到失败了以后呢，你在那边，哎呀，我要进，爱进，爱进，你忍忍到哪里，忍也不是一个，也不是办法啊。所以我们事先防患于未然，你一定要有智慧。所以我鼓励社会大众朋友们来学易经，你了解易经，开发自己内在的本能，那你就可能防患于未然，以其无所生，啊，得到心安的境界，啊，那即是我们所说的金刚性不生不灭的真理呀！祝福各位。